我来了，大海退潮了，我们找一下有什么海鲜。我的个妈嘞！我靠，这什么鱼？我去！我安康鱼！我的个妈，还有个章鱼哥在里面！我的个妈嘞！我去！哇，吃了一个章鱼哥！我的个妈嘞！我们把章鱼哥解救出来啊！ 我的个妈嘞！章鱼哥，我去！咱们把这个巨无霸收了啊，继续寻找。远远的发现了一个屁股，哇，是八爪鱼吗？哇，一个爪子出来了，哇，是八爪鱼。我们看一下它到底要干嘛？哇，哇，是章鱼，哇，章鱼哥。 哇，好可爱哦！哇，它隐藏在竹筒里面。哇，哇，隐藏在竹筒里面。哇，哇，好可爱，收着它，收着它。收了，收了。